2017年维密秀确定将于中国上海举行。此前超模吉吉哈迪德因为在与朋友聚会中眯眼模仿佛像，被网友怒批种族歧视，并被挖出众多此前涉嫌种族歧视的行为。其男友泽恩马利克随后发文维护女友，也被指责无知。此次的辱华事件引发网友不满，不少中国网友纷纷举报拒绝吉吉参加上海大秀。据悉目前有61名模特确认上秀，其中6位中国模特，熟悉的面孔有刘雯、何穗、奚梦瑶、鞠晓雯，堪称中国超模最多的一次，也引发网友期待。